出发啦。我老公去送我去机场。我现在已经在 SFO 机场，已经把行李 check in 了，现在准备去安检，期待我的伦敦之行。这将是我第一次踏足欧洲大陆，我非常期待。然后好久一年没有见到我姐姐了，所以可以见到我姐姐，我也很高兴。我现在已经降落到伦敦了，我已经入了关，然后取好了行李，现在准备出去找我姐姐啦。啊！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这个是我们从伦敦机场刚刚出来。Merry Christmas. Egg, egg. Peek, peek. What do you feel? How's your trip? The landing is so bumpy. I feel so bad. Really? But overall, how many meals did they have? How many what? Meals. 两个，早餐和晚餐都非常难吃。我们的 vlog 是中英双语吧？我们下去。好。今天是 Christmas Day。所以呢，这个上面的 bus 和 underground 所有的东西 ，Heathrow Express 全部关。我们要去坐 National Express， 就是传说中的城乡结合大巴。我们现在在 Central Station。今天我们一直坐 bus， 现在上车，赶紧走。好，我们要去赶公交车了。